口号有点辣惨，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斗志高昂，高举牌子，强力杯阁陈建仁上台。一二六白选的，看完这一本以后，我还以为一二六大赢的是民进党。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的心情啊、来向立法委员来报告我的施政方针，有一个说明的机会。我希望这个杯葛啊、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。陈建仁温暖喊话，但国民党完全不买账，一早就占领发言台、质询台、备询台以及官员座位，就是要陈建仁发现金10000块钱，就是要用多数啊。不讨论，直接到三楼朝野协商。大家都知道朝野协商是过水了，答应发现金10000块，陈建仁马上上台。好、哦，我们就来处理那个高端的事情，那学历的问题。国民党团也主张每人发现金10000块，而且尽速尽快，不要像执政党、行政院拖拖拉拉。陈建仁开议第一天遇到的困难就不小，微笑大人哥得继续展现温暖以及坚韧，才有机会打破蓝绿对立，站上一场的备询台。环宇新闻客观陈杨芷玉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